哟哈喽大家好，所以今天呢我要做的东西是收拾我的衣橱，因为我发现到我自己啦，那个衣服哦只有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，然后很多衣服呢是我没有穿到，那我不懂现在后面有多少件，等下我一件一件去穿。我发现到很多人会有这个问题，就是家里很多很多衣服，然后一个星期那七天可能只穿了五件六件这样子，就是可能你第一天穿了，然后你过后又穿回一样了，就穿来穿去都是那几件，然后剩下的都是没有用的衣服，所以我就要私下把那些没有穿了的衣服把它分类出来，然后可以把它捐出去还是怎样啊，因为很多衣服都是可能旧了，还是真的是没有打算要穿了的，就我觉得是时候把它解决掉了。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啊，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的话，可能自己抽一天就收拾一下你的衣服啦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啦，我看我现在要怎样收拾。So, 如果喜欢看我影片的话就 like, subscribe, 还有帮我 share 出去 OK?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收拾我的衣服 Let's go! 算一二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十一十二 ，K。所以我刚刚算了啦，总数是142件衣服，所以现在我的目标是剩下50件衣服啦 ，OK。所以现在开始分类衣服 ，Let's go。Yo, so 大家，现在我终于算是排完了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后面是空空的，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是空空的。哎，然后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我怎样来分类呀，因为我本身呢是有参加很多活动啊，所以会有不同的那个制服团体啊，不同的那个社团的衣服，所以我现在慢慢一个一个解释一下我怎样分类。我相信有参加课外活动的人跟我都会有一样这样多衣服啦 OK 都这些就是运动穿的衣服，然后看一下有多少件，就大概是这样多，然后这个是学季，就是我参加过学生记者，所以这些是学季的衣服，真的是超多，然后OK, 这个是24件的衣服，真的是呀超级的多 That's a lot OK, so 这些衣服呢我就打算放过他们，因为这个是我睡觉觉得穿得很舒服的衣服啦，五件罢了啦，所以我现在总共有5件 OK, 然后这里呢就是童军队
对，那也是童军队。哎，所以这个是其他社团啦、啊，然后这些是我还想要保留的衣服啦，因为这些是出街穿的。OK， 然后这些嘞，你那么多嘞，是我已经打算要丢掉的衣服啦，因为真的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穿了。OK， 然后这些是，这些都不是我的衣服啦，这些是我哥哥的衣服，我也不懂为什么会在我房间。OK，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，又把它分类完出来。OK， 所以现在在我后面的呢，就是我要解决的衣服啦，要分类出来哪一些是要，哪一些是不要。这个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过程啦，因为很多衣服都有它不同的 memories， 就是很多它不同的回忆在嘛。OK， let's go。有 OK， 所以我现在大概说完了啦，然后我鼻子有点伤风，因为太多灰尘了我的衣服，然后OK， 我现在大概解释一下我大概说了怎样。OK， so 这整袋基本上如果没有人要就拿去环保、哦、然后现在就剩下这些，然后都是我觉得我还要穿的衣服。所以你们会问我，像那些比较有回忆比较有意义的衣服怎么办呢？ OK， 我已经想到一个解决方法了。 OK， 所、so, 以这个纸袋是我装我学籍的，然后这个纸袋是装古队的。所、so, 以这两袋哦，其实这些衣服你们都知道你们没有穿了的， OK， 你们没有什么穿的，可是你们就是想要留着，可是又很左位置哦，怎么办？就是把它分类出来，然后通常我们留着来做梦，可能几十年后你可以告诉你的孩子 OK boy 啊，我以前哦你参加过这些活动啊，这个就是我穿的衣服，还是改天有什么团体的聚会啊，你们讲哦我们一起穿这件衣服 OK， 我才从这个纸袋里面抄出来，这样子啦，这样子它一来不会左位，二来我的衣服又不会失去我的回忆嘛，对不对？Okay， 所以你们也是可以穿一下啦。哎，你看这样两个纸袋啊，你这样收在那个橱里面啊，就不会很左位置了，也不会看起来很乱。OK， 所以我现在接下来就剩下这些，就把它摆回去了。OK， 所以今晚我都已经分类了嘛，所以我就现在把运动的就放一个格，然后可能出街的就放那边摆着，然后上面这些是比较。former 的衣服啦，就是有领或者长袖的，我就没有去理它，因为也是很少。OK， 然后现在我就把运动那些放进去，然后就分类掉它。Let's go。OK。所以现在我大概就收拾完了，我床也是很干净了，然后剩下就这些衣架是超多了 ，OK， 然后现在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after 我收拾变成怎么样 ，Let's go。Yo。都是不是干净很多很多嘞？本来是满满的，现在只是这样小个吧，很少吧 ？OK， 所以不用算，我觉得我成功了啦。OK， 又 OK， 所以现在就说完了啦。OK，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我的方法是行的话，就在下面 comment， 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 like、subscribe， 还有帮我 share 出去。OK， 所以今天影片大概是这样子，谢谢你们收看。So last but not least。
Let's go, let's roll, peace。Yo， 所以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话呢，就记得 like subscribe， 还有如果喜欢的话就在下面 comment。下一个影片会告诉你们到底我是谁，然后到底这个是一个什么频道。